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多少个不眠之夜了。不是我喜欢夜晚，是我摆脱不了夜晚带给我的困惑。比如说梦，别人的梦总有醒的时候，而我却没有。你好，韩青峰的信。你的信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母亲的日记里总是提到双龙湾，而寄给父亲的邀请函也来自那里？难道这只是巧合？
哎，都想好没啊？人家知青在这等一会儿了，啊？要不然那我就做主了，一家分两个，多了你们也承受不了，啊？就这样定了，哎，都领回去吧，领回去，走，那刘，走了，去吧，去去去去。长庚丁，哎，哟，指出来了，我这做了，刚才两个女娃安排一下，好，这安排好了，这。真香。叶子。欢迎欢迎欢迎。
欢迎大家来到双龙湾景区啊！欢迎各位化学老师，哎，欢迎老师，哎，欢迎老师，来来来，老师，请，这边请啊，你往上走，房间已经是准备好了，到前台啊领钥匙啊，好。哎，师傅，辛苦了啊！哎呀，辛苦辛苦。您也是到这儿来写生的老师吧？哎呀，房间给您准备好了，钥匙在前台，您去。哦，对了，我是这儿的经理。哎，您看，您看。哎呦，我叫王建设。您正睡呀、啊，老伯。欢迎各位化学老师来到我们双龙湾景区。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双龙湾景区。双龙湾景区啊，自古以来就有中原绿宝石和玉溪后花园的美称。来看看我们的宣传册啊，希望各位老师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素材，创作出令人心仪的作品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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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欢迎大家来我们景区啊，来欢迎欢迎，哎，欢迎欢迎欢迎。
们的画册。来，你好，看看我们的画册。刚才给我寻的拄着拐棍老头，你认识吗？您说的是王胜利大伯吧？哦，韩清风老师，您就是他邀请过来的，您怎么会不认识他呢？我不是韩清风，韩清风是我父亲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叶老师，你看这山，这水，还有这白云，还有这水中的倒影，哎呀，多美啊！这里啊，经常有画家来我们这儿写生，都说这里风景很美。你看这湖水，啊，像不像绿宝石？啊，对，还有那儿，那是最美的，好看吧？哎，叶老师！哎，叶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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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龙王庙离这儿有多远？这个龙王庙啊，别看它庙小，哎，确实很灵的。这方圆几个村子的人都去那儿烧香，就是文革的时候毁了几个房间，主庙还在。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小贺，给。什么呀？鸡蛋，还热的，快吃。一人一个。我吃了，你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强子哥。这是。这是龙王像，前几天差点让民兵给毁了。那天天本来晴晴的，突然之间狂风暴雨，还电闪雷鸣的，把那帮民兵吓坏了，这才保存下来呢。是吗？啊。这龙王像还有个故事呢，你要不要听？真的，我要听。其实我也是听我奶奶说的，就说有一年卢氏县大旱，老百姓们就求雨。这就惊动了龙王，龙王呢就要让自己的两个孩子投胎到了人间。这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啊，就化成了两条青龙，呼风唤雨，保佑着人们能够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人们为了感谢他，也为了纪念他，就立下了这座像。画的真像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他了。谁呀？我母亲，张小河。我还要去一个地方。Thank you.
给你。小何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只是想起去年的今天了。你等我。你去哪了？二妮儿，到。柱子，到。石头，到。强子，人呢？强子呢？竟然有人偷懒，扣两天工分。我们要争全县第一，争全国的第一，努力，抓紧干。争取一百天完成任务，坚决的拥护共产党领导，要党纪换新。小何，小何，你去哪儿了呀？都扣工分了，你还笑？你把眼睛闭上。闭上。你干什么呢？睁开吧。真好看。小何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上哪儿去啊？你慢点跑。强子哥，你看，thank you.
疼吗？不疼。骗人。英子，英子，别怕。叶子，叶子，跟我学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这水怎么是热的？啊，这是温泉。这是哪里呀？这是汤河。汤河。对，我们这儿的人啊，身体不舒服，就到这儿泡泡温泉。你好点了吗？你疼吗？我不疼，没想到你还挺大劲儿的。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不会吧？真的，我真的来过这里。哦，叶子，我上去生堆火，到时候让你暖和暖和。
你先泡着。汤河温泉，这个在母亲日记里多次出现的地方，我今天终于来了。这个地方在你母亲的记忆里一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哎，所以在她的日记里边也写了很多很多。叶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温泉啊，自古以来都有男女裸浴的习俗，民风非常的淳朴，我想也许这一点是吸引你母亲的地方。你母亲是一个画家，她应该迷恋这里啊。30多年前母亲就去世了，那年我才2岁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母亲的死因，父亲至死都闭口不谈。这件事困扰了我很多年，直到父亲死了之后，这本日记的出现，我才知道母亲死在这里。所以我来这里就是想知道真相。那叶子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在母亲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一个叫强子的当地人。强子？对，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，既然母亲和强子相爱，为什么会分开呢？而且在日记里清楚地记得，母亲是67年来插队的，69年就回城了。可是后来，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？他什么时间回来的？啊，你看，日记的最后一页，是72年7月3日，也就是母亲来双龙湾的前一天写的。显然是母亲走得匆忙，把日记本拉到家里了。叶子，我就不上去了，你回房间好好休息。谢谢你陪我走了那么多地方。哎，这里还有好多美景呢，你多转转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强子的事儿我会帮你打听的，到时候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。
哎，你要找那个强子，有点不好找。你打听打听，方圆几个村子叫强子的、朱子的、栓子的都不少。可我从小都叫强子，我小名也叫强子。你是不是迷路了？你在迷路呢。是，我迷路了。阿姨，你真的迷路了？没事，一会儿你跟我走。你为什么喊妈妈呀？我想到了就喊喊。你妈妈呢？就在你屁股下面。阿姨，你别怕，我妈妈已经在这儿睡了三年了。小豆子。爸爸，我在这儿。小豆子。叶子。小豆子，你不是说要跟爸爸一起来的吗？爸爸，这个阿姨迷路了。慢点。豆子，慢点啊。爸爸，你快点。我听见小豆子哭着喊妈妈。他妈妈是一个老师，当年下大雨，他护送孩子回家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尸体就在那儿被发现的。对不起。经过了那次灾难，我深深理解到母亲对孩子意味着什么。对了，叶子，我在村子里边得到了一个老婆婆，她说，当年你母亲给她画过像。走，去村里。好。叶子，过了这个桥就到老村了，外边是新村，现在老村啊，只住了一些守着祖屋的老人。哦，对了，新村啊有一个专门展览室，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。哎，走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交通不太方便，几十年了还住着一些老人。
山上的爸爸银贵白银贵，胸前的红花银彩香，愉快的歌声满天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好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毛主席所引的农民为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，就是指的那些富人博学阶级，他们的心是最狠毒无情的。行行行，停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，这是封建迷信吗？这有什么大别的事？这谁抓出来一定要好好批斗批斗啊！这谁画的？张小河，站起来！就是这张画。当时民兵队长要把它烧掉，我看怪可惜，就偷偷把它藏起来。但后来没得救，小河就又回城了。他后来又回来过，您见过他吗？没有见过。但后来听人说，后来淹死了一个从城里来的女人。那是哪一年呢？72年，那年我正好生我第二个儿子。哎，王德国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小强。杨叔。大伯，大爷，在这下棋呢。哦，大侄子你来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想打听一个事儿，是当年知青的事儿。知青？知青？哎，呀，那可远了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张小河的人？张小河？哎。哎呦，有点面熟啊。张小河是我母亲。哦。研究了，有点记不清了。年代多了，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不停地在寻找。虽然一无所获，但我的心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。那个纠缠我的梦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，我仿佛看到了什么。我知道这片青山的背后一定有什么在等着我。小豆子，我找你半天了，你原来在这画画呀？你找阿姨什么事啊？爸爸让我带你去泡温泉。
因为那水是天赐圣水，可神了，能治百病呢。怎么了，小豆子？妈妈也喜欢黄色的花。想妈妈了。阿姨两岁的时候，妈妈就不在了。阿姨真可怜，那你想妈妈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就画画，画妈妈和我在一起，画很多很多。阿姨，小豆子不哭，你也不哭。爸爸说要坚强。走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叶子，阿姨，叶子，阿姨，哎呀，儿子，天快黑了，你先回家好吗？我要阿姨。阿姨没事的，爸爸去找。乖啊，回家。慢点啊，叶子。
子。我在这里。哎，叶子，叶子，叶子，别怕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呢。来，我来背你。叶子，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你好点了吗？嗯。我遇见一个疯女人。疯女人？样子怪怪的。她叫我小何。她怎么怪了？头上插满了花。啊嗨，原来是她呀。你说的是他吧？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哎，叶子，哎呀，从我记事起啊，他就是那个样子。给你，叫我给你，别了，别了，你别跑，你别跑。他叫我张小河。啊，他是王胜利的老婆，他的记忆啊，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吧。我想见见王胜利。胜利大伯。哦。我平时啊也很少见到他，现在很多人啊都搬到新村去了，只有他呀还守着老房子呢。走，去他家。叶子，就是这儿。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大伯。大伯，大伯，谁呀？哎呦，大伯，大伯，是我。建设来了。大伯，咱们这边说。老伯。来，咱们这边坐。好，来，叶子坐。我去倒点水。老伯，您上次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建设。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吗？大伯，是这样的，您不是请了一个叫韩清风的画家吗？她就是韩清风的女儿，叫叶子。老伯，我想向您打听件事。您还记得当年来插队知青吗？有一个叫张小河的。她是我妈妈。大伯，你没事吧？建设，我累了，进屋躺会儿。你带着这姑娘回吧。大伯，我扶你进去。叶子。你放心，强子这个人我会帮你打听的。哎，对了，叶子，强子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啊？
叶子，去哪儿啊？强子哥，小何，小何。就是妈妈日记里写的强子哥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妈妈是怎么死的？你说话呀你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妈妈怎么死的？你说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何吗？就是。小何，你回来了。哎。他咋又回来了？啊？你还好吗？好。大伯呢？两年前去世了。你回来了。学校放暑假，我想回来画些画。你能帮我找个住处吗？住学校吧。好。哎，强子媳妇儿，那个画画的女知青又来找你家男人了。就是，俺们可是都看见了。你可得小心点儿，他们城里的女人心眼可多了，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好心呢，可是。哎，哎。
哎，强子媳妇儿，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啊。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强子，我嫁过来两年多了，你都没有拿正眼看过我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记得汤和温泉吗？这么久了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。回城后，我就萌发了画这幅画的念头。我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，叫汤和玉。真美，天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强子哥，明天一早我就回城了。我把这个还给你。你们可得替我做这个主，你说咋办呢？这乡亲们都看见了，这以后还让俺咋做人呢？强子哥，我也成家了，看到你我也放心了，希望你好好的生活，
能够像以前那样快乐，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永远埋在我心里。如果有缘，下辈子一定在一起。还有，留给你一张女儿的照片。放心吧，我会把她抚养成人。
叶子，是我。哎，是我，小豆子。阿姨。叶子。爸爸，阿姨为什么不理我们呀？小豆子，快！教我的，想妈妈的时候就画画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妈妈了？阿姨，你别伤心，没有妈妈了，不是还有爸爸吗？我来的时候，胜利大伯交代我，说让我一定要到你养父坟前来祭拜一下。他确实是一个有大爱的老人，这么些年了，大伯一直过得很苦，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深深的自责当中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很爱你的母亲。既然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从来都没有找过我？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吧。人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错过的，一旦错过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如果当年爸爸接受了妈妈，那该是多么美好啊！既然我知道世上还有一个父亲在等我，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相认呢？大伯，你看谁来了？大伯。大伯，哎，人呢？叶子，你过来看。强子哥，我也成家了，看到你我也放心了。
希望你好好的生活，能够像以前那样快乐。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将永远埋在我心里。如果有缘，下辈子一定在一起。还有，留给你一张女儿的照片。放心吧，我会把她抚养成人。小何，我看到女儿了，她太像你了。30年来，我第一次这么高兴。小何，我们都错了。这么些年，我守着一片残破的画，总算明白了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小何呀，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团聚？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叫我一声爸爸？什么？疯婆子从桥上跳下来了，王伯为了救她也跟着跳下来了，完了我们捞了好几次，把王伯给捞上来了，得赶紧送医院啊！啊，捞上来都没气儿，那疯婆子呢？啊？
我感谢妈妈带我来到汤和温泉，她洗去的不仅仅是我一身的尘土，还有缠绕我心里多年的阴霾。梦醒的我终于明白了，每个梦都有接口，一个梦结束的地方就是另一个梦开始的地方。